没有那个吧？他那个好友名单就只有200人。我靠！你真的找到我？真的有删他好友吗？我看一下，回钱，然后也可以遏止人家恶意这样子抖内退走的，因为他自己要负担50%的手续费，这样就好了。没有这样改的，当然我知道是说 PayPal 不会理我，我是说，其实像，哎、欸，看你啊，看你啊，看你啊，一组队员，看你啊。我是按剔除队员吧。三的，看你啊，扎西，我是按剔除队员吧。我看一下，没有吧？这个没有删吧？恶意这样子抖内退走的，因为他自己要负担50%。方式是对三方最公平，PayPal也没损失，抖内跟被抖的也都各自承担一半的，笑死，这样就可以杜绝人家恶意抖内退抖的。不是啊，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打三三的，我怎么会把他移除好友啊？看你啊，回钱，然后也不是，我怎么会把他移除好友啊？审判已经到来，靠北。不是啊，这为什么啊？回钱，干这太没劲了吧？干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哎、欸，我完全没有印象说我那时候删了好友。但你们我删了好友的时候，你们当下有发现吗？你们当下有意识吗？哎呦，我觉得这个 BB 有看我直播有差哦，居然放这种狗招。可是这一波打不死人啊，这只能打伤而已。究竟玻璃心的脑膜炎会不会直接喊出GG呢？但其实 BB 这一波爆了有点狗爆了有点多啊，他都没有补农民哦、欸，其实还好哎、欸，三矿没有三矿。哦，他这边因为等他涨了一波，他选择先把他的迪亚打掉，这应该咬不掉。
BB 自己也有讲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有删他好友？他还有跟我讲，我还没听到，这一定是误会哦。哎呦，空投。我不觉得 BB 稳输哎 ，BB 这把还没输吧？不行哦，这波空投会很烦啊，但是不至于到输啦。难怪当下把他删除好友的那一瞬间，有一种心情好的感觉。干，这边闹翻了。以前狗打那个不朽是超级强，因为不朽的护盾以前是所有伤害不超过十滴，所以狗打不朽是完全没有差的。但现在有三秒护盾，哇，这 BB 爆开了，这边直接打一波。干，妹妹的 PP 怎么那么臭啊？包上去点不朽啊！不朽之前是所有伤害不超过十滴。所以你雷神打不朽也是扣10滴，那现在是变成是三秒护盾，三秒护盾吸收100。哇，这个空狗头狗换家哎、欸！我觉得 BB 赢了、欸、，BB 这应该赢了吧？等等拉工兵干就赢了。哇，这个吕寇太神啦、啊！吕寇一直追猎。干，有这个电梯哦，这边一个失误，26浓，哇，这 BB 这其实还真的不好讲哎，脑膜炎73也是两矿浓，只是他这个二矿农民没有拉到主矿去，正面的话单不朽。三秒护盾有 CD 啊 ，CD 好像是三十几秒吧，33秒的样子。哦，他是拉在哪？不错啊，他是拉在门口，他怎么又拉门口？所以你刚摸他，摸一摸兴奋就拉出来了，爆死！妹妹为什么都要拉在门口啊？是这样吗？哇，脑膜爆开了，这里爆开。真假的？我看一下。